只剩下你陪我一起吃东南喝东西，帮我度过潮汐，听曲里的声音叮嘱我别忘记。拥有你是我的意义，放不完的回忆，琴键下的寻觅，光阴的共存体，未曾想离我而去。闭上眼睛等待这天明的身影，会是那颗降落在人世间的流星。我在黑暗的空间里不敢回忆你曾留下的印记，睁开眼睛等待这里意义，放不完的回忆，琴键下的寻觅，光阴的共存体，未曾想离我而去。闭上眼睛等待这天明的声音，在人世间的流星，我在黑暗的空间里不敢回忆你曾留下的印记，睁开眼睛等待这黎明的来临，却不敢逃出没有了你的时空里，能不能借一点勇气放得下你，再见到可以说起我已经痊愈。只剩下你陪我一起吃东南喝东西，帮我度过潮汐，听曲里的声音叮嘱我别忘记。请坐。啊，好嘞。坠入人间的天使。啊，不不不，坠入人间的流星，对不对？是是是。因为刚才你唱歌的那个感觉，让我觉得是坠入人间的天使的感觉。闭着眼睛，尤其是那样酷酷的在唱。玷污了，玷污了，不配，不配，不配。好谦虚啊！来说说这首歌曲吧，《坠入人间的流星》。坠入人间的流星这首歌，它其实更多是想要表达，就是关于我一些特别的约定和一些特别的回忆。什么叫做特别的约定？因为它其实对于我来讲，更多的它是所有歌曲里面给到我最多能量的这首歌曲。啊，就可能是在你某一个阶段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觉得给你很多的能量，是吗？
是的是的，包括你要问如果我所有的歌曲里面喜欢哪一首最多，那肯定是这一首，因为它对我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我在歌词里面写到的里面的内容也是说，我跟他们的约定，就是那些喜欢我的一直支持我的人他们的约定，我觉得这是一首会对自己也很真诚对他们也很真诚的歌曲。嗯，哎，你知道吗，其实人生啊总有一段时间是比较灰暗或者让你觉得看不到希望和未来的，但是只要你坚持就不放弃，总有一天你会看到那个希望之光。但其实在那个时候能让你坚持下来就是内心深处的勇气。所以这首歌陪伴着你度过了那段灰暗的时光，再次唱响的时候也会让你带来很多的勇气跟力量。每一次唱的感受是不同的。今天是什么感受？开心的感受啊，因为新的 EP 也发布了嘛，然后也是像着这首歌歌曲里面讲的一样，我已经痊愈了，对，等待黎明也等到了，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今天很开心。对，新的 EP 也发布了，可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新的 EP 当中的一些歌曲的风格呀，包括你想要推的歌曲啊，都可以说一说。姐不剧透了，不剧透了，第三首歌等一下还要唱的。还要唱就剧透了对吗？对对对对对。来来来，对，但不过接下来我们要剧透的是那个三，你接下来这首歌的三个关键词，这个可以赶紧告诉大家，对不对？关于我接下来这首歌曲的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听哭我啊，把你听哭了。对对对，哇，好应景的，好配合呀。对对对，哭了。然后第二个关键词是儿时的回忆，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对，第三个关键词是刘若英老师。哎，你这三个关键词只有最后一个是刘若英的歌，这个可能对大家会有提示。你看，听哭了你，然后儿时的记忆，这是在你的印象当中，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并不好猜哦。那没办法，我人生的关键词那么容易猜吗？所以各位网友朋友们，对，好好猜一猜吧。刘若英的歌曲当中能让大家听哭的并且是儿时记忆的，对于这个西坎来说是儿时记忆的，究竟是哪一首呢？赶紧来猜猜看，会有精美的礼品为你送出啊。好吧，那刚才聊的是小时候让你听哭的一首歌曲哈。对对。那有没有在你记忆当中有一首歌曲能够伴随着你的成长又给你带来一些成长经历的？伴随这样的成长又给我带来一些印象深刻的经历的？有啊，比如说，就是回到最初我还是小宝宝的时候，让我妈妈儿歌，对，就会给我唱。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就这首歌，然后天天我听着就睡觉。哎，你那个时候会有记忆吗？我妈哄我哄到挺大的啊。真的不会到四五岁还在那样哄啊？那不会那不会那不至于，就是会萦绕在我耳边萦绕在我心头的是这首歌曲。哎，你看，其实小的时候的记忆，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的是妈妈的那个温柔的拥抱。对对对，是温暖，然后还有当时也确实是在成长吧，对吧？就更多是这种刻骨铭心的温柔会把这首歌曲记得很久。对，所以这就是经典歌曲的魅力哈。可能你不管在什么阶段听到，等你将来再过多少年再听到它的时候，记忆的闸门就打开了，当年的那个温暖和熟悉的味道就都会回来。是的。来吧，看一看大家猜的怎么样。我觉得这三个关键词里面有前两个都是比较难猜的哈。就他们猜得出来我不信。咱俩错了我看到了，大家都猜得特别的好。我看到后来我真的没有剧透，我没剧透。真的真的。那为什么会知道呀？对，因为你想想看，刘若英的歌能够带给大家这种想哭的感觉的话，恐怕后来肯定是其中比较没有啊。有很多呀，有很多歌曲啊。我只不过说是可能我听到了这首歌，我不知道为什么很特殊，小时候一听到这个固定就哭。有多小？四五岁的时候那么想，就对后来这首歌曲有感觉。但其实我觉得后来这首歌曲之所以打动我们，是因为很多人可能有同样的经历，但是他把副歌部分唱出来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会有触动，感受不同。对，来唱一下。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是，对，就可能就当我们真正明白爱的时候，可能那个爱就已经走了，消失在人海，其实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当年那个年纪会比较小，那时候可能还少不更事，真的是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的感觉，感觉来了，感觉来了。好，来吧，朋友们都刷屏了，赶紧来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好不好？就交给你了，交给你。我来吗？这是你选的歌呀。哦，嗯，来，你选的歌。怎么接？不是，没关系，你就说一位朋友的名字就可以了。那我三二一，我看到第一个 ID 我就说他。三二一，侃侃而谈。侃侃而谈，来，我们恭喜这位叫做侃侃而谈的朋友哈，将会获得的就是西侃的亲笔签名照，希望你能够喜欢啊，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一起来唱歌猜歌，你会找到共鸣并且得到心仪的礼物。谢谢，谢谢西侃，谢谢，我们还在继续。I call in 1, 2, 3, 有太多女孩都 like this。 I call in 1, 2, 3, 你躺在副驾的座椅。 I call in 1, 2, 3, 这气氛会让你着迷。 I call in 1, 2, 3, 停不住摇晃的 body。 Let's go， 带着我的 soul， 全场的人看到我全都会尖叫，请你放心，肯定只会对你笑，不跟他们讲话，但我有动力冒。 Come to my party，带着你的闺蜜，桌子上面摆满了你最爱的 Henny。 我不是很清醒，不要那么安静，如果你不喜欢还准备了一些 Vitamin。 Baby， 你不要总是问现在几点钟，我只想要带你吃兜风，在外地玩我们看星空，脱下我的外套更别怕冷，独自享受你的美丽，不要害怕，不要逃离，你告诉我不要着急，我们会睡在这里。 We have good time。Check, check. I call in 1, 2, 3, 有太多女孩都 like this。 I call in 1, 2, 3, 你躺在副驾的座椅。 I call in 1, 2, 3, 这气氛会让你着迷。 I call in 1, 2, 3, 主要我的 party 我永远不醉，我跟你在每一天我都觉不累，你眼睛在看我，不要去闪躲，我为你点个果盘一面，我们这样散伙。 Oh baby， 谢谢给你的 melody， 我们两个之间就不需要那么着急。 Oh sorry sorry， 你在哪里，我就在这里等着你来靠近。 Oh baby， 跟着我们在一起飞行，其他人对我来说他全部都是微信，因为是你说的话我所以信，希望我的感情是你在我的心里放我的猫，晚上看 party， 过来上我的 car， we have good time， 这场游戏结束后还有下一场的 part。 谢谢，谢谢，欢迎我们的李西侃来啦。嗨，哎，怎么又回去了？这是我又过来了，有一个套路是不是？来，首先给我们看直播的朋友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西侃，然后来到这边呢，刚才也在唱的是我的鼠，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希望大家喜欢，在那边数。希望大家喜欢，在那边，跟我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对对对，这里面是有英文，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哎，我听到你歌词说怎么喝都不醉，这是怎么回事？开玩笑的，就是对你歌曲创作，你需要有很多的想象力嘛？对，所以其实这些更多就是创作。这首歌想给我们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其实就是想要说，让大家每天都带着一种开心的心情，又或者说就是别把什么事情都放得很重要的那种感觉，希望大家能快快乐乐的生活吧。你其实也是参与到这个歌的词曲，对对对，对不对？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其实词曲分享，这样吧，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猜的三个关键词吧。哦，这个比较重要。来了，我想想，一个是关键词。
第一个少年，少年，对对对，你是在说自己吗？是是的啊，二十四了，中年了，哎呦，青年就中青扎心了我。来，然后第二个关键词，我想想，热血，热血，少年热血啊，对对对，来了第三个，第三个，第一次公演，第一次公演，对，哎，这个是不是？我觉得关键是第三个，第一次公演，对不对？对对，你是说新版的第一次公演吗？算了吧。这样吧，热血换一个词儿，好，换换，临场再换的啊，换一下吧，啊，来来，换成队长好了，队长更容易猜，好，队长，这个很容易猜得出来了，对，很简单，对，你的歌迷你都叫他们什么？小尾巴，小尾巴，快快快，小尾巴，弹幕弹起来啊！为什么叫小尾巴？啊，小狐狸是怎么？没有，那也是他们给我的爱称啊，对，欣然接受。OK， 好，来说说你最近的新歌吧。啊，说说最哪一首？哪一首啊？我的天哪，好多首啊！对啊，最新的，你最新发了一张是 EP 还是？最新发了一张 EP， 对，然后里面有三首的单曲吧。嗯，一首歌，然后火中火是想要说在舞台上给大家传，就是叙述一个不一样炸裂的舞台。哦，然后第二首歌呢是叫伟大的人们，伟大的人们，对对对，这首歌更多的是在传递一些正能量。哦，就包括写词的时候，脑袋里面会有很多的画面感，就是比如说黑夜英雄啊，到底是谁，然后一直在默默无闻的在守护着我们。嗯，对，所以我把他们写进了词里。嗯，然后第三首歌呢也是今天会带给大家一首歌，就是希望大家生活稍微甜一点。哇，甜甜的一首歌。对，所以叫甜歌。甜歌啊，刚才是我们已经感受得过了啊。甜歌前面两首的副歌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哼一哼？第一首炸裂舞台的那个。我想想，说来就来了啊，来了。主歌也可以。我想逃，却怎么也逃不掉虚伪的拥抱。我想逃不了这宇宙的细胞。好，哇，太好听了，谢谢。我相信很多像你的小尾巴已经截屏下来作为自己铃声了，有可能。不要不要不要。第二首呢？杰哥曲里面啊，杰哥也可以啊。第二首那个歌曲是稍微的，第二曲我还是想稍微保密保密一些，对对，保密一些啊。大家可以到网络平台上去搜索。新EP叫什么名字？新EP黎明，黎明啊，搜索。对对对，我记得是个英文吧。但这是黎明的意思啊，就是黎明的意思。对 对， 对，但是要搜英文可以搜到这个啊。对对对。好了，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到底有哪些朋友可以这么幸运获得我们的喜卡。铁血丹心。Sorry 啊，我这还没有滑来，没有过来，滑下来的啊。好来来，你看，滑不到底了，我跟你讲，到了。来喜卡来，选一位了，哥。我喊三二一，然后你读第一个 ID 好吗？ OK， 好，没问题。三二一，看他小尾巴，就是好的，看他小尾巴，谢，果然是你的粉丝很多啊！恭喜你获得我们的这个细看给你的签名照片了啊！好啦，热乎的，热乎的，对，热乎的，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细看的新 EP 了，叫黎明啊，英文怎么拼呢 ？DAWN， 哎，搜索一下就可以了啊。各位说的话怎么如同旁人般的寒冷，是我不够爱你还是你爱的不够完整，心里的感情被你一层层的揭下再卸下，但切马陪你聊一整夜吧，你对我心跳不再逐渐加速，我掉落深渊阻碍逐渐加速，是白天是夜晚，我会想起那颗星辰，我听闻你告诉我少带游戏多看新闻，对不起我对你还这样，是我太孩子气不会说话，都怪我太任性惹你哭了，你以为我会这么做吗？当你每次都愁眉而不展，我想对你说，想为你唱一首甜甜的歌，我的世界都为你亮着，在海平面的彩虹上开着阿波斯的阿佛格，想和你一起看满天星河，最亮的那颗，想陪伴你整个日出日落，你的小脑袋在想些什么？
我顿切的挂路。 Oh baby，愁眉而不张，我想对你说 Curly， 想为你唱一首甜甜的歌，我的世界都为你亮着，海里面的彩虹张开着，阿波斯的阿波哥，想和你一起看满天星河，你是当中最亮的那颗，想陪伴你整个日出日落，你的小脑袋在想些什么，想为你唱一首甜甜的歌，我的世界都为你亮，海平面的彩虹盛开着，阿波特的阿波克，想和你一起看满天星河，你是当中最亮的那颗，想陪伴你整个日出日落，你的小脑袋在想些什么，time